素来有完美老公和完美父亲双重认证的港星任达华，日前趁着女儿任晴家放暑假，带女儿和老婆琪琪去英国游玩，玩了不到一个星期，任达华却独自一人回港。7月5号，我们的记者在香港机场逮到了刚刚下机的华哥。咁琪琪同阿女系咪都喺嗰边嚟噶？系啊系啊，喺嗰边啊。仲未翻嚟啊？未啊未啊。咁点解自己翻嚟先做嘢啊？系我翻嚟，我自己要转机。哦。上海，而家执得行李转先，跟住上翻去上海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OK， 好。